称号的第二水口，现在水口在地图的左上方十一点钟位置，紫色的神族水口。好，现在地图的右中三点钟位置，绿色的人族韩国选手瑞。有很多观众朋友购买了我们的第一赛季的全部比赛流程，还有选手签名的很有纪念意义的卷轴，那么我们在今天呢已经全部发货了，具体的发货单号可以登录到商城查询，根据距离不同的大约2到5天就可以寄到您的手中了，请您注意查收，别忘了查收之后呢在商城确认一下。另外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优惠活动了，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在今天之内抓紧时间了，而且在之后的不久会有第二赛季的这种纪念卷轴，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关注。没错，那么今天是我们PGL最后一天的比赛了，还有两场就结束了，这是第一大场三四名的比赛，最后一场的比赛是螺旋迎战 Devil， 是冠亚军的决赛，漫长的12天，激动人心的12天。对，如果是打满的话现在还有9场比赛可以看。嗯哼，现在 Draco 和 Rain， 小明，你觉得这个 Rain 的 PHP 和 Inferno 哪边强一些？感觉那个 Inferno 比较强吧，因为觉得 Inferno 比较善于把握心理，他的大招经常能成功。而这个 Rain 的大招就感觉成功率是比较低的，或者说这次的中国选手和外国选手会比较强一些吧。其实我觉得PGL这么多天的比赛，对于选手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。对。在最开始这些韩国选手来的时候，感觉这些韩国选手很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法，感觉确实基本功非常好。没错。不过随着这个训练的提高，选手我国选手都在这个选手村互相的训练，互相的研究。那么到后来发现，这些韩国选手也不是想象那么强了。没错。确实我觉得中国选手还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。好，现在 Draco 运气不错，一上就发现了那里面的位置，那里面是毒口，没堵上，堵上了，再拿一个龙鳞过来。这边是双兵营了， Draco 的招牌开局，双兵龙骑压制，四龙骑开矿，对，几乎每盘都这样，几乎四五龙骑吧，几乎每盘都这样。不管你堵不堵口，不管你什么开局，在第一赛季的时候好像是四龙骑，这个赛季基本上都是五龙骑。好，现在这个东西不断的绕了，关键就看你这个第二个助攻放不放？现在这边没有停气，双兵龙骑提射程，哇，这个 C， 啊，这边造被迫造了第二个香兵，要不然你一个香兵打死也追不上。差一下，两滴血，没追了。他可能以为打掉了吗？他以为打死了。对面是打死了。还没死呢，这个方向跑了有5圈了，现在双矿了，看见了。好，看一双矿，这边依然是把龙骑压制开矿，这边很有可能先开矿后补五个龙骑，现在是三个龙骑，终于敲响一点。好，现在是斋会开矿，差不多好吗？人柱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。这个现在是两片矿一起开，龙骑先压制一下。来，直接抢修，抢修三个，没有射程。再修，坦克出来。没有机甲，机甲还没升。又是躲在这个地方打，机甲好，还没好。好，直接三矿，三龙骑，直接三矿。好，躺一下好了。好，可以退了。好，退了。这个是
哎呦，这个竟然打得到！哎呀，修起来了，亏了亏了！你刚刚没有点，如果刚才点的话，再点一下就点爆了，爆了，漂亮！这个一个龙骑换了一个坦克，赚了。但是其他是残血。哦，这种机会确实是很难抓到啊！刚刚看起来好像是点不到这坦克了，没想到是点得到。然后现在补兵营了，三兵营，你们应该尽早的出兵啊！对。这还要补重工。那现在看人族怎么打，他这种打法都是这个四重攻以后先开三矿压出去，然后再爆兵。哎，这次有点不同啊，他是直接放第三个重攻，连 BE 都没有放，连判断你没有攻击没有攻击。但是他刚才看到他三个龙骑啊，没有大的，难道又要补给？补给？那他要这时候就开三矿吗？嗯，保不住。这名选手就是一个经济型的人族 ，Devo 是经济型虫族，这边是经济型人族。这农民就是猪啊！三重弓，还是铲雷车。现在这边刚刚造 VR， 还有自己的三矿已经是运作了，开始。没错。这个时候 Draco 的兵很少，都在补农民，还有补科技和兵营，貌似想压出来然后开三矿。是坦克，其实他现在完全要开三矿的，完全可以把这个机器放在家里面。对 对等到机造好的时候再压出去，不着急。看见了，压出来了。不过这盘看起来不像是要打这个猥琐三矿啊，一波流，没错，这个一波流，四个坦克的一波流，关键他没雷车呀，两个雷车没有雷，后续了，成功了，看打一波了，后面没有埋伏的地雷啊，这被点了，这 Draco 赶紧部队全部回防，没错，其实防守有八个能骑，这边四个坦克，一个坦克支架，开了，可以架起了，好机会，这边是没有运输机。还在绕，有点危险了。给防空塔，防空塔要是竖起来的话就糟糕了。看看双方的操作了，现在四塔打得到了，来了，冲了 ，A 了。龙骑数量不是很多，但是阵型很好。好，雷车改上，一个扛雷，好的，漂亮。这个不要再冲了，现在已经可以选择后撤了。还想冲，这个有点亏了。嗯，只剩两个龙骑，还一个收起来了，修强修坦克。好，现在人族还是有优势，雷车，雷车进去了，后面是五重弓，源源不断的爆兵，打一波流哈，没错。哎，最后这盘有点危险呐。对，没有想到对方打这一波流，对，熏了。之前是没有使用过这套战术的，现在这个狂补兵员，但是对方已经压到自己家门口了。农民跑路，雷车一个往里跑啊！你的大招没有在罗贤身上用过，我是先在专门山上用。可能觉得这个地图打回去的话，专属比较厉害。对，完全是锅。五中攻，四中爆雷车，一个中攻是坦克，现在坦克很少，没错，他后续可以一直爆雷车，连坦克都中出。不过现在 Draco 还有两片矿，主矿和外面的矿，哎，兵也都补起来了。好，强冲了，那边只有一个坦克，就可以打出来了。后面坦克没有架，而且雷的数量不是特别多。现在一个人 Lot 引了很多雷，嗯，已经没有什么地雷了。好，这个雷看一下。哎，引爆了一个 NCV 吗？好，现在应该说是能够勉强顶住，嗯，很好，而且兵营数量比较多，现在八个兵营了，没错，应该是可以冲得出来的。加点兵没有跟上，
有来有来，好漂亮！这一波只要挡出去有优势。嗯，因为对手坦克数量是非常少的，要组织下一波进攻的话就非常困难了。那有 OB 的，啊，这一下人族不好打了，想开三矿吗？兵全部回去，可以把三矿的基地放在家里头。VC 都没有造，这个 VC 这边农民很多啊。估计刚才在打的时候农民都没停过，导致这波游顺势开出了四矿，绕路了绕路了。现在人口对比 Draco 是91，人族是78，但是现在神族是已经三矿在手了，兵力是蛮复合的，人族现在连三矿都没有，兵营已经是补充起来了，现在是8个兵营，没下三矿。又压出来了，正面有一个这个门啊，所以家里还是比较安全。对对对，继续布雷，这时候需要个 OB。 哎，这边有一个坦克过来了。哎，这扇这个要是被打掉就糟糕了，赶紧回去。没错，那边赶快再叫一个东西补点什么其他东西，多时间应该会去。应该是能救下来。正面在你救的同时，有条六十线，家里面放的兵还是不少的。好，这边是勉强防住了。哎，这雷车就直接杀了他了。嗯，跑不掉了。啊，你是单关，靠反攻，还有元素，对，没有用。这下其实现在人都死了，送了不少的兵。对对对。133对95，他这波算是送了，得重新打过。一下就四矿拿两矿，这劣势是越来越大了。嗯，在刚才这个一波流没有成功，后续就提速要是好的话，这三矿就开不太那么容易开的。提速好的吗？没有。就家里是六兵营，门口是三兵，九兵营 ，Jacko 九个兵营。现在这边是5+2。哇，这也中了，农民，农民还真是多。没错，那你觉得这个爆农民好，还是这个农民适量比较好呢？我觉得这名选手他在进攻的时候，这农民还不停了，所以他这个后期经济是特别好。如果要打到后期的话，他能持续很久。先排来准备强攻，防守者速度没提好，还在等。好，速度好了，好了，我选择长打。好像长打了，长打了，前面没什么兵啊，狂射者非常多。哎，哇，其实但这个阵型是比较好的，这个雷车也很多。对，然后狂射者是都死光了，狂射者需要接近坦克。没错，还有四个，有四个，这边在操作，操作雷车在打坦克。哎，这波竟然是给扛住了。哇，这一下专克损失不少，不对。没错。损失非常多，不过这边坦克也死的差不多，双方算是一个合理的交换。其实这个交换对于神族来说是赚的，没错，因为自己的兵多。对，100亿。现在只能是绕雷车，利用雷车的机动性给神族制造麻烦。确实啊 ，PVT 的比赛当中，这个神族最头疼的就是雷车。嗯，雷车机动性。因为臭人族最头疼的也是被人骚扰不到。你说80滴血攻击力20，主要是杀农民太快了，还有点子要的，还有电兵，点小型单位都非常快，关键他还有雷，三颗地雷，可操作性非常高，一般都是三颗地雷然后送一辆雷车。买三个地雷送一个雷车。对，性价比很高。机场，双机场又要出阿姆了，估计。嗯，不过这张地图要出阿比特的话，可能更好一些，因为他现在是暴兵开局。嗯。上面雷车骚扰，跑着防守了。但是第一时间又下两个机场。点兵，点兵，哎，点兵，合体吧，赶快合体！哇，这个反应还算快。人波又压上来，这一波小心被包夹呀、啊！
兵很少啊，不过站住这个高地，主要是站住这个高地侧面。Draco人口195，哇，将近200了，爆的还真快。然后果然是 Draco 的主场图，没错，一防先生的。哎，这个也排来准备冲了，家里面还有很多部队，两边夹击。哎呀，不过这个阵型非常的好啊，密密麻麻的雷车，没错，这个坦克爆炸了，爆炸了，冲了，这个阵型，两边包夹，创造者一马当先，雷已经是没了，只看雷车没有冲下去，真的冲不下来，没有冲上来啊，这个阵型太好了。也人做三矿一座，家里重工区的博，第八个重工。嗯，不过家伙这边是死一些兵给自己出航母，没错，但是气体比较少，又绕了一下，可以去绕它，但是不知道是用去绕的话会更好。嗯，正好死一些兵也挺好，这边开始造东西了。绕路了，绕路了！应该发现啊，这边坦克架起雷，但是没有布雷呢，还赶快布雷！这边要冲了吗？还没有布雷呢，还没有冲了，强冲了，强冲了！这位置不好，这个路口卡住了，而且部队比较少，这边是四个兵，这边已经开始出航母了，但是就选了这个暴兵的时候。爆机场要出航母，嗯，就是死一些人口以后瞬间爆出一些航母，对，200人口死到150马上就变成200了。现在人卓继续的正面施压，人卓刚才一直没死什么兵，所以现在人口也上来了170多，但他们也有发现对方那个偷航母的意思。嗯，又继续绕，现在人族十二点钟开矿，这边排雷，哎，空了，又空了。注意每次在家里头都没放什么兵防守，就是压到前线去了。这应该坦克防守，然后雷车机动。没错，这道有三四对坦克的时候，哎，这一下冲加有点致命啊！哎呀，这个家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而且进来了门也没有关。防人族正面是大量雷车 A 过去了，还有坦克，希望换家。但是对手是有航母的。而且对方关键下面，嗯，这里是开起来有两块地方，这不怕，你要把我主家端好，我要把你主家端了。嗯，你没有重工了，但我有兵营。嗯，这里我可以用引刀拖，这边还可以雷达的。进来了，回防，少量坦克回防。这农民桌干脆拖农民吧，农民已经跑路了，这边农民桌。哎，换块彩钢，坦克架起，还留几条缝给他走。而且正面现在 Draco 人口170，航母三艘，路易是150，这里面一攻 Draco 这边是 一攻两防，哼，先相防。看现在农民区队能跑到多累的，这个就半天不踩。刚才是有两个雷车进行骚扰，忘了航母是过来了，现在有6架了。哇，这个航母做速度真的是很快。对，那一波兵就是为了换成航母的。对，这一下正面虽然损失了，但是Draco人口依然是200，没错，还是200。航母四机场，对面是梅生机甲巨人射程，这里是只有现在是只有坦克和雷车，航母来了，先行者是只有一颗子弹，后面大量的航母，先点灭坦克，七艘航母，点坦克，雷车就步入围局，没错，这里是有 BC 防守，里面都没有光了，现在再转，它有经济来转了的是不是？没有期矿来转了，嗯。
出击，出击，对，直接打出击，确实啊，这个时候才发现对方多哈姆，就可以出击了。这波绕路确实很关键。这盘应该说是任在前期这个压制打得非常不错，不过最后里面防得也好，对，巴斯明三矿巴斯明全力的补充，嗯，确实在前期换对方坦克还是比较值的。那么因为对方这个后续只能是雷车坦克机动性慢，而造得慢，所以这个后续很慢，而点掉对方的坦克，自己龙骑虽然死了，但是综合评价还是比较值的，所以说这盘最后打得还是比较聪明。没有想到瑞这边是居然换招了，是选择这个双矿一波，在没有成功的情况下，但是后期的经济好啊，所以这个三矿运作以后呢，再爆出一波部队，这个神族就是拼了一下，确实拼不过，只能是绕路，正面拼真的很难拼。好，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地图 Death Rider， 这是一张神地图，这张地图的绝技。我们刚才罗贤在这张地图是偷航母成功。说在封矿处，对，看一下这盘 Draco 是怎么打。其实 Draco 的得意之作就是拖航母，他是在 WC 的比赛当中拖航母战胜了 OV， 上场比赛，所以说就是得意之作，成名作。现在应该这一盘来说，对于 Draco 来是非常重要的。刚才是战胜一比一平，第三盘谁要能够获胜的话，就会取得先机。那么在 Draco 和 Devil 那一盘就是Devil 先取得第三盘了，所以占得一个先机。第四盘Draco 获胜了，但是第五盘还是 Devil 获胜，所以对方两次机会，所以这个五局三胜的比赛第三盘是最为关键的。那么我们今天的比赛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时候，就是三四名的比赛结束以后呢，就是冠亚军的比赛，我们今天将会全部打完，所以可能今天会打得比较晚，所以但是大家希望大家只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。对，我们会进行全程直播，在比赛结束以后呢还有颁奖典礼。那么应该说是 Draco 里面 PVT 确实是他的这个强项，而且Rain 里面的 TVP 又是一个弱项，所以说这个以一个强项对抗一个弱项，其实 Draco 里面优势还比较大的。不过感觉刚才里面 Draco 就算获胜了，也没有感觉他的喜悦之情。没错，确实他这次的目标就是卫冕。这一下只能是中国第三名了，可能现在心情也是差了一些。好的，现在两位选手已经做好准备，马上进行双方第三回合较量。